今天我们来上第八课，第八课呢也就是第八行的字母。那么第八行的字母呢，其中有两个是跟元音字母重叠的，那么也就是我们要学的只有三个，也就是 ya u yo。 第一个 ya， ya 的念法就是跟中文的轻声的呀是一样的，那么跟我念一遍呀。好的，再念一遍呀。好，下面我来教大家写法。呀的写法，先是一点，然后弯，然后再先一点，然后再一竖。好，这就是呀。第二个 u， 那么 u 的念法就是呀，加上 u， 也就是变成 u。注意 ，y 的念法就是跟英文里面的 y 是一样的。再跟我念一遍 ，u。好，那么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写 ，u 先是一竖，然后再弯上去，最后再这样一撇。好，这就是 u。第三个 ，yo，yo 的念法就是 y 加上 o。也就是念成 yo。 好，再跟我念一遍 yo。 很好，再念一遍 yo。 好，接下来我来教大家写法。先是一个类似于点的小短横，然后再像这样竖弯。好，这就是 yo。 下面我们来复习一下。第一个呀，好，再跟我念一遍呀。第二个 u， 再跟我念一遍 u。 好，最后一个 yo， 对了，再念一遍 yo。 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